縱然喺過去20個月社會紛雲嘅討論中，專責小組成員面對咗唔少批評、嘲諷，甚至係謾罵同埋侮辱。但作為特區官員，我哋必須嚴格依法辦事，並本住以香港長期繁榮穩定、以市民大眾嘅福祉、以社會嘅整體同埋長遠利益為宗旨，推動政制發展。我哋確切體會到香港大部分市民是理性務實的，仍然是支持政府提出的方案，希望立法會通過方案。主席，為香港的民主發展，為500萬名合資格選民的投票權，為全港市民的利益和福祉着想，我再一次呼籲各位議員投下神聖的支持票，支持特區政府提出的動議，如期落實普選行政長官。最令我痛心的就是坐在我面前的幾個官員，在香港大的做了幾十年公務員，如果告訴我們不懂分黑白是非的，我是有痛心的。因為你可以說很多個大話，但你掩住個良心去說這麼多大話，你說這個是一個真普選呢？對不住，這個是絕對令香港市民是有資格頹氣你們。如果你說這個是中央政府下來的一個閘，我只是一個政治任命的官員，我出了份糧我就要做這件事，得，沒問題。香港人是尊重一些出糧要做事的人，不過你要講真話。